见识，当时去见一个组，我说啊，我旁边坐的那人是你呀，结果我当时手里还有一张照片，他自己不 Q 这个点，其实我完全不知道，然后他一直存活在我的手机相册里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的小的时候，我然后我口袋跟你说，我给你演小的时候演过戏，哎，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就长大了，然后对，这个感觉就很神奇。我觉得他也很想象。心声安装在暗洞，上帝四次三番再用，听得见耳边风，难逃避你那面孔，越要退出越向你生命移动，难道我有勇气与你再一起庆祝正把我放下来的时候，他也不是直接就那么放，就是他还会拿他的腿给我稍微的垫一下，当时就觉得挺爱心的。负责吧，让我给你负责也行，来，我为你负责。呀，帅师哥，啥呢？我还在呢。我还在呢。我还在后面。帅师哥是叫你的，叫你的。小蓝蓝跟你小蓝蓝，哎呦，蓝没事吧？你这小星星，星星。你是啥？我 B 完成。对方整理发型，我就觉得你这很奇怪。带我完成，虽然有多一个名词，身份远记忆深，浮沉的春光。没见我就是他毕业，我同学，他在现场其实就是真的是挺会照顾人的，就像有时候很冷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，哎，给我拿个羽绒服啊，给我拿个暖手宝啊。长大以后的戏都看过，真的看过片段了，就刷到了。我是高启强，李大头。哎，就是会很想跟对方聊天，觉得有人能跟你是在同频的，聊东西互相都能懂，我是觉得就能给自己很大的安心，做一些只有我们两个人懂的梗吧。宝宝，琪琪，对，我上次我说吊威亚的时候，然后这样飞过来的时候，宝宝。